WIT 的狙击精英五教学之老鹰在哪里？鸠占鹊巢篇。WIT 要分享任务二鸠占鹊巢的三只石鹰老鹰位置。任务二鸠占鹊巢 WIT 的路线是从右边到城堡，再往左下，最后往右上离开。路线没有一定，可依各自喜好选择。第一只老鹰位置在中间的城堡右侧房子的屋顶上。WIT 攻略的路线很容易发现老鹰。第二只老鹰位置在面向城堡拱门的桥左侧岩壁上。不是在建筑物上的老鹰都不好找，也是 WIT 最后找到的老鹰。第三只老鹰位置一样在面向城堡拱门的桥左侧远一点的屋顶上。找到第二只老鹰，第三只老鹰就很容易找到。鸠占鹊巢暗杀名单击杀挑战解锁武器成功率 100% 方法。鸠占鹊巢暗杀名单击杀挑战需要用水晶吊灯击杀，成功率 100% 的方法是靠近暗杀目标按 C 击晕，或是用非致命子弹击晕目标。 WIT 录制影片玩法比较粗暴，暗杀目标跑到奇怪的地方，按 C 扛起晕倒的暗杀目标搬到水晶灯下方。接着射击水晶灯的铁链或启动水晶灯降落开关，确定附近没有其他敌人或杀光附近敌人的情况，成功率 100%。 老鹰在哪里？鸠占鹊巢篇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。还没有订阅 WIT YouTube 频道的请协助订阅， WIT 感谢您。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喜欢 WIT 的影片，请协助按我喜欢加分享。想先看到 WIT 的新影片，可以开启小铃铛通知。我是 WIT， 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